脾胃常年不好，这三个强脾穴一定要学会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身体这三个健脾穴，每天按一按，不花一分钱，在家就能强健脾胃。第一个，阴陵泉，位于小腿内侧，胫骨内侧下缘与胫骨内侧缘之间的凹陷，属于足太阴脾经。每天按揉五到十分钟，就可以起到健脾渗湿的作用，对于脾虚湿盛导致的脾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第二个是足三里，位于小腿外侧，犊鼻下三寸，胫骨外一横指，属于足阳明胃经。每天拍打或者按揉刺激足三里，可以起到帮助生化胃气、健脾燥湿。第三个，脾腧穴，脾腧穴为脾之背腧穴，在背部，位于第十一胸椎棘突下旁开 1.5 处，用拇指指端或者是食指指节按揉，每天2到3分钟，具有和胃健脾、生清利湿的效果。不过提醒大家，按揉穴位只是辅助作用，如果大家脾胃有不舒服的地方，还建议及时就医，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。